掌声有请天天兄弟。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期的特步天天向上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感谢我们这些尊敬的演奏家们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演奏，谢谢谢谢。他们来自中央民族乐团。对，今天我们是一场国乐的饕餮盛宴，我们所有的演奏家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啊，大长腿，好像有点印象。哎，印象国乐，印象以前还有什么？印象西湖，印象西湖，印象炸湖，炸湖，炸湖，有很多很多印象。说到这个印象，就不得不提一个人，他是著名导演，印象之母，王朝歌导演，有请，有请。王老师，如果我们从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算起，到目前最近的作品应该是最近一个，就是刚才你们大家提到的叫《印象国乐》。说到印象，你们几位有谁看过？我看过《印象西湖》，非常非常美。《印象西湖》就是你看的，是拿了一个大奖 Grammy。就我应该看的比较早，《印象刘三姐》，而且看了一遍还不过瘾，就又去看了第二次。现在您还推荐我们看哪一个？印象国乐之前又有一个作品叫《又见平遥》，也是一次大
踏步的革命哈，就是在这看这个戏的过程中是没有观众席的，也没有表演区，观众是在走的，是完全是自由状态。但是请给我三分钟，现在三分钟之内我抓不住你，我不信我这星。再给我三分钟，三分钟如果没有抓住你的话，背着你走一个小时啊。您是怎么会开始提出这种印象？其实啊，我们那个平常包括你们一样，咱们第一次见面，对，没有深聊，没有喝大酒，没有在一起共事很长时间，谁知道谁呀？对，也是。瞬间，其实三五分钟之内互相之间，包括我觉得谈恋爱都是这样，就是三五分钟之内已经定了你跟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个缘分，一见钟情，这个太有见解了。哎呦，我就是这样看的。三五分钟之内聊不来，马上撤。对，所以印象其实是我们到一个地方见一个人，包括一个文明给我们初始的那种试探，给我们的那一段叫什么？就是印象。我们去看那个印象系列，就觉得好多演员啊，牵着牛的，有自己划着船的，有船上，对，船上有鸟，全都是自己的。那我就能叫鱼鹰吗？啊，对，咱叫鱼鹰吧。鱼鹰都是专业的吗？没有一个是叫专业演员，像诸位一样，每天在这个台上都有非常多的表演机会的人都不是。啊不，我们在这边算很原生态的，我们都是表现自我。我跟你讲，你要看过，你就会知道这个导演太可怕。实景哎，山水之间，几万人的表演，你怎么去调配？哎，那个人，那个人，我看一下照片，全都是都在大自然当中，天为幕，地为台的那一种。所以你看，导演要有多大的那种控制能力？是这么多人来参与的时候，你是靠印象来筛选人吗？这个话还真挺有道理的，我们还真有点靠印象筛选人。我瞎说，比如说我让你演一个渔民，大家觉得不像。对，因为有点挺拔，我有可能演个移民会比较渔民稍微差一点。哎，发现没有，跟王导聊天聊了这么一会儿，气场特别强啊， hold 得住啊， hold 得住，很稳，对，绝对。那您会训人吗？非常多次的，而且很严厉的训。那您训起人来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啊？你感受一下来。不，训他吗？我们是说的训人呢。对，那您就训训他吧。对，长得有点像啊，让他当回王导。我是一个人。你要跟王导叫你自我介绍了吗？站直，脚尖并齐，对。我不能。他有一种无辜的眼睛看着我，多可怜的样子。对不起，他那个不是无辜的眼神，是无知的眼神。有哎，叫你自我介绍了吗？嗯，哇，站好了。对，外八字，内八字，干嘛打咏春呢？逗着玩啊！刚才说那个训演员的这个，并不是要耍我们的威风，非让人听我的，并不是这样。因为你当一两百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不能够统一步调，那不就乱死了吗？对，王老师是这样。对，现场啊，原生态的几百观众，原生态，你都是原生态，有这样做的，有那样做的，你给我们训训。真的演员，诸位，请把目光看着我。对，因为你不看到我的话，我一会儿说什么你会听不见。因为你听不见我说什么，一会儿你可能会出错。因为你要出错，可能在几百个人中我会把你叫出来，让大家看着你刚才是怎么错的。接下来我的话会很重要。作为一个演员，我们首先要服从的是艺术，在这个艺术的范畴之内没有你了。比如说你这时候腿疼，你肚子疼，你不可以说哎我疼我先蹲一会儿，不可以。只要是一个演员，你必须给我挺在台上。观众没撤场之前，即便你脚上扎了钉子，你要给我跳完，这是演员。第二个，你必须把你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打到没有。所以我们会有个非常艰苦的训练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，你会让我一遍一遍的折磨，早晚折磨到你建立了一个演员的自尊和自信，而不是你的。但是你们放心，不管你们怎么苦，我会跟你们在一起的，谢谢。哇！启禀将军，精兵已经到了关外。有没有感觉要打仗了？有没有感觉？汗毛都竖起来了，竖起来了。他们是真夸我呢，还是在真夸你？真的。不是，刚刚王老师那段话真的是，王老师，我看过很多好莱坞的戏，特别是那种罗马战场啊，那种最失败的就是演员一站出来，然后大声在那边嘶吼。
但他的那个灵魂里面没有那个坚定感。可是你刚才的那一段完全就是，你知道一万个军队都让你说到那个热心都沸腾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入伍的时候通过我的教官对我教唆，就是教导你们教官教唆你教导，对我的教导就是怎么样从一个平民老百姓变成一个转变成一个军人。峰哥站在中间，全都是新兵，去上。峰哥站中间，新兵快点教唆大家。我想说的就是刚刚王老师这一段，就是让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下子从心里面转变观念，觉得我是一个演员。您看您面对这么多观众的时候，那种势头啊很强劲，有没有自己就是特别有压力的时候？太多了，我觉得压力这个词在用到我身上都不是很恰当，应该叫惊恐。在人前你表现出你很自信，是希望大家能够认定跟着你是没有问题的。对。但是只要一被人回到屋里去的时候，吓得就想我简直是一个天下最无能的、最没有才华的，该怎么办？就只能是更多的辛苦吧，可能是就今天晚上就别睡了吧。在第二天见到我的时候，我还依然拿出一个好的主意来。但是您要遇到压力的时候，您的减压的方法，有的人减压就吃，买东西，买东西吗？你买什么？买东西，只限服装。我难怪这么多漂亮衣裳，哇，哎呦呵，这霸气，哇哇，街拍啊，当季就。哎呦，这个好看！哇，大侠，这个好看，帅啊！这算什么？九牛一毛啊！那你家的衣柜得有多大？对啊，是不是有一间房子专门装衣服的？1.6公里吧。太客气了，你说的。啊，真的，他们家就是两间房以上。我的天哪！您最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？各种颜色，但是偏蓝的多。Blue， 让你说英文了吗？刚刚他说的不是 blue。是补录哦，补录，补录，这个环节补录，我录。其实王导本身是不大想上《天天向上》，为什么呢？他觉得我们这几个人不着调，就是老是逗嘉宾，这不好。后来想了想，那还是来，因为在主持群当中有一个小师弟，王老师毕业的学校是原来叫北京广播学院，现在叫传媒大学。师姐好，你是哪一届的？我02的，02毕业还是02上学？01就毕业了吧？02年底嘛，我去了两天就毕业了，对，被辞退了嘛。王老师您呢？88年毕业，跪下。免礼平身，知道我有多老了吧，诸位？88年我出生，你看，小五不要补这一句了，小五。对，今天晚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。对，真是真不着调。但是呢，王老师的女儿是《天天向上》的这个忠实观众。真的吗？其实我也看你们的，每次乐得也哈哈的。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在一个电视的栏目里边哈，你为什么会停在这里？因为。第一个养眼，哎呦，诸位相当英俊。欧弟呀，现在啊越来越聪明了。对，穿个那么高的鞋，哎呦，放多少增高鞋垫都看不出来。没有，欧弟的脚其实在这儿，脚在这儿。哎，人家说我夸我们呢。对啊，天天向上转过来的时候，只要给我们30秒，对，停下来，保证 hold 住你，否则的话我们不信这个信儿。如果你是要是真的转台的话呢，希望你赶快转回来。我们广播时间不长啊。我对《天天向上》的导演有一种真正的敬重。你们这次的一个导演到北京去了2次，每一次下了飞机以后，他跟我们谈，并且我们说还有一个演员在广州，他马上飞回广州。啊，难怪这个月报机票报那么多啊！注意点开支啊！昨天我一下飞机以后，他已经等候在那里，非常认真地给我对非常多的细节。我说我们都是干这个的，我看到你这样的敬业，你什么都不用我说，我说我会非常非常配合。所以我觉着目前有你们，幕后有他们。现在好多我们天天向上女导演，您看都还没嫁出去呢，单身。这个先生特别爱你，女儿也特别爱你。怎么样强势的女导演能够把自己给嫁出去？这是导演们特别想问的问题。急死了这群姑娘。女导演嫁人，跟女博士嫁人，说都嫁着男，这个我觉得不是我们女人的问题，男人不长眼。啊！我懂了。那么你有男朋友吗？不是让你现在行动吗？吓人，陆老师一跳，真是。哎，印象国乐呢是中央民族乐团啊，6年的心血筹划，王老师去指导的，
而且还获得了文化部的五项大奖，导演奖、剧目奖、作曲奖、表演奖，这个舞美。关键是王老师其实本身啊，应该算是中国最贵的导演了，多贵？就不告诉你们，就不告诉你吧。但是呢，印象国院导演费只收了象征性的1块钱，是为什么？人得活着点精神。哎，如果为中国自己的好东西你自己都不使劲的话，人家凭什么对你好呢？就像总理说过这样一句话、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。如果说将来我们湖南卫视要做一场戏曲的晚会的话，我象征性的只收1块钱主持费。哎呦，请大家记录，我象征性的只收1块钱，大哥你现金，其他的打到账上。谭哥，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湖南台想做一个戏曲的晚会，对，6毛钱，8毛钱，您来，我来，咱俩并肩战斗。哎呦呦，谭哥，谭哥，张台、吕台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，就这么定了。人就要活出那么一点精神，对不对？特别棒。而且我们这个印象国乐当中的很多乐器也是大家第一次看到，王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。这个琴叫雷公鼓，它是从敦煌壁画中完全复制下来的一个雷公鼓、看发型都有点像。嘿，哎，对啊，我们首先听一下这个雷公鼓吧。好啊好啊好啊，来来来来来，眼神也像，打雷啦！来，欧弟，欧弟也是我们这个组合里面，组合里面长得最像雷公的。对，你看多雷。好，好，好！哎，你比他长得像，真的，好像，特别棒。哎，这个莲花琴。样子有点像莲花一样，但这已经是失传的一个琴了。这个琴也是这次印象国乐，看见没有？壁画上，对，看见了，真的有哎，壁画当中复原的。好舒服，我听到琴。其实中国的古代乐器，按照制作材料来说，大致分为8种。哦，金石土木，有丝革刨竹。嘿，不错，厉害啊！这个挺就这一句不错，背了半年。包括像这个我们也没有见过，这不是竖琴？竖琴吗？叫箜篌，2排弦，它双手可以演奏。哦，好悠扬啊！谈恋爱的时候听这个音乐，谈恋爱特别浪漫。其实，在那个敦煌壁画上有一种小的箜篌，像一个风帆一样。对，好特别哦。这个箜篌呢，特别像我们在这个古希腊神话里面看到的那个竖琴。竖琴，竖琴呢有一个特别美妙的一个传说，里面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诗人和音乐家，叫做俄尔普斯，他就是弹竖琴的。他爱上一个特别美丽的女子。这个女子不小心大概被什么割伤了，然后就去世了。俄尔普斯就到死神普罗托那个地方说，我一定要救回她。死神的门口有2个巨兽，特别瘦，任何人都接近不了，就弹了竖琴让他们睡着，然后他们就臣服了。死神跟他说你可以救走，但是他不管怎么呼唤你，你都不能回头看他。他一直都不回头，妻子对他说，汝既来救我，缘何不看我。他一回头，妻子消失了，完了。从此以后再也不弹琴，再也不写诗。天神就非常怜惜他，把他的琴抛向空中，于是就有了天琴座。哎呦，长知识了！看到没有，人家讲那么长一段了。啊，古代的乐器大致分为说过，说过8、8、64种了啊。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乐器。
这个也是琵琶，但是它弦儿五弦琵琶也是从那个敦煌壁画中复制而来的。姑娘，您能这么弹吗？对啊，我很好奇，为什么敦煌壁画都不好好拿呢？他们因为造型优美，都飞起来了，凹造型。这个能听听它的感觉吗？谢谢。说了斋，你不要接近。我也说了斋，又有通俗联想，真的通俗联想。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笛子，对，不是笛子，你看，不要乱说话。凤笛，叫龙凤笛，其实还有一个子母的。然后这个是叫排箫，雁形排箫，也是从敦煌的壁窟中我们复制而来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旁边那一位，听这个声音像不像来自于2000年前的？真的，很空灵，那种在大漠中慢慢像跟风沙一起飘过来的一种声音一样。对，然后一个飞碟就降落了，然后杜米俊熙就出来了啊！进彩旁边拿了啤酒和炸鸡说：“哎呀，王导你也知道，王导你也知道，又来了啊！”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琵琶就是刚才的袁春，来，有请。他长得特别的美。琴声跟他的脸一样的美。袁春哪里人？春，吉林辽源。哎呀妈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2012年 CCTV 的这个明月大赛当中，获得专业组的冠军。哇，就是2012年那一年比赛的全中国弹琵琶的他第一。不光是琵琶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呢？所有的乐器在一起。哦，不是琵琶组，就所有的乐器你都是冠军。第一名，其实跟我的乐器有关系，我相信这个其实占了一点便宜。琵琶的表现力是非常强的，对，很多种民族乐器在一起比较的时候，可能它就会比较突出。那当时比了到底几样乐器呢？你近一点说话。不好意思，我很害羞。王导太厉害了，从他眼神当中就知道他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距离。真的是。那大概弹了有多少乐器？所有。我只会弹琵琶。只会弹琵琶。就是他弹琵琶，把其他都 PK 下去了。你接下来是不是还要问？你除了弹了琵琶之外，你弹了多长时间恋爱？恋爱。太直接了。对对对。那弹琴弹多久呢？弹琴。哎呦呵。我从好好说，五岁开始就弹琴了。说到琵琶，大家最熟悉的是什么？十面埋伏，就是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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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，就那种啊，庸俗联想，别老脏脏，挺干净的这个。春天到了。唱个舞吗？你们来，我们13个吧。太庸俗了，太庸俗了，太庸俗了。我们好好听。
哇，秦淮景，那个应该是南京比较古老的一种戏曲形式，叫做白菊。哦，白菊。我想问问，这个能弹流行歌曲吗？哎，你能不能有点气质吗？真是你，你能符合一下他们的庸俗联想吗？对对对，弹个什么？爱的供养。爱的供养。